怎会记得顶届我有讲，我是有辉煌的早孙啊？我知啊，你是有辉煌早孙啊，又该安怎？武山集团到一点高层，我无靠因的专辑啊，所以有辉煌的名压我未到，无效啊。安尼哦，那呢？万朝远嘞？你是谁班长的？我唔那是在伊，我哥是爷查某孙啊。你唔是讲恁阿公是吴辉煌？想到即摆，佮讲你是万朝远查某孙啊？吴辉煌是我阿公，无唔对啊。万朝远是我外公，所以讲起来，因两个拢是我阿公啊。我唔对啦，因小姐哦，确实是阮 boss 的查某孙。所以，班长的是你的外公。对啦，我今日约你出来，其实是要介绍一个 case 给你。我有一个服装品牌朋友，伊想要找 KOL 做业配，唔知啊？你敢有兴趣无？咁真实嘞！伊若是愿意给我机会，我当然嘛愿意啊。好啊，安尼就讲定哦。介绍吼拢好讲，我是这间服装的 VIP， 伊看到我的面子吼，介绍一定让你满意。这是你的名片，因会阁甲你联络。嗯，吉特，吉特在咱雅家足出名的呢，真正是足多谢你的。你莫安尼讲，我希望你甲凯豪拢会当欧趴，唔是讲讲尔呢，我嘛要付出行动啊。哎，刚要去迄玩啊？我唔对啊。啊，不过我敢那迄一输尔呢。多只听摄影师讲，今仔日要翕啥件事才对啊？确实是安尼无对，所以刷来要请你换衫。来，这件吼是阮等下要翕的衫。小姐，你是跟我多久啊？啊，抱歉啊，我还没换好。我已经等很久了，麻烦你赶紧出来。哦，好啦，我换好就出去。希望丹青看到，会当赶紧替我想办法。定位 SOS， 梓潼那也传这种讯息给我，敢是这夜配去拄到什么危险？是安怎想嘛？还是卖有麻烦咯？那无啦，就廖永仪那边传讯息给我，讲我安排的课程有一挂问题啊。安尼哦，啊那要变哪？我拄只有跟伊丢讲好啊，等下就先讲。故事好悄悄听，阿公说才带伊去行行的，妈都先麻烦你好无？啊，你今晚要去处理这个问题哦。是啊，啊，这关系到梁永仪阿公阿妈的福利，我所赶紧去处理，就拜托你啊。好啦好啦，悄悄就交给我啦，哈、哦。悄悄，你要乖乖听阿妈的话哦，哈、哦。好。乖。先来听。小乔啊，咱继续讲故事哈。啊，咱干嘛接电话啦？哎，这里。你来伫遮？我摕物件给小乔啦。啊，你是安怎？凶凶公公是发生什么代志啊？啊，是迄个光头伊？是啊，就我的小妹传讯息给我，
刚才是不是发生什么意外？小妹，你讲梓潼哦？SOS， 这出大事啊！跟定位手机啊，看人也都会。你哪会知影梓潼？梓潼是我小妹。林子深，林子潼，有影呢？啊，梓潼，咱拢无甲我讲过你。因为我挥泪啦，紧去找伊啦，赶紧。哎，我讲了已经足清楚的啊，我无要毁约的意思，等我把代志问清楚再搁讲。拍摄，我是你亏啊！你安尼是啥物意思？我嘛讲了足清楚的，要走会用的啊，2000万的违约金退出，我就帮你走。那有人这样二百啊？你安尼是限制人身自由呢？我愿意告你哦。告，做你去告啊！问题是，你还行得出这个大门才会使。啊、你两生这个水水，你个性那你还像小辣椒啊？这款的反差萌哦，我上介意啊！我看你是偷拍的，呀呀呀！这个廖凯宏，别让珍惜你这种极品未婚妻。那呢，我代替伊好好给你听说。帮助，帮助！别紧张啦，我会对你足温柔的。拜托，拜托，帮助，帮助！好兄弟，帮开！离婚小妹，我准你有利息。啊！笨死！离婚小妹！啊！警察站好，开门！梓潼，我是单亲啊，你乖，派人跟走啊，啊，无惊。搁伫遮，我来欺负你，我来保护你。不够。这进去到底是从啥？竟然用自动对着这种危险。我话人安尼讲话，你家己做哥哥的嘛，不好到倒位去。哦，乖乖，哭出来就好吼，哭出来就好，卖我伫个心肝内，领导搁较艰苦。啊，搭开红人呢？你有人打电话伊无？煞着较几百通啊，就是无通，人毋知走去倒位啊。害个长枪哦，着要看伊人，就甲自动当作是啥物？啊，无我来看啦，我来看吼。乖，爸，这你想啊？我拄仔好转来。哎、欸，爸，我跟你讲，我今仔日接到一个大 case， 所以我专工买一间好料的，大家坐一下。爸，到底是安怎啦？面相哪会这样歹看？你哪来啊？搁敢问啊？家己做啥物代志，家己唔知影。无我是做啥物代志啊？我问你，想要替梓潼接啥物 case？ 你是搏杀秀仪，你敢不知影偌危险吗？现场我是查甫人，你何时人面对？你知你要让人糟蹋，你知哦？好啊，哥，你莫搁讲啊，莫搁讲啊！无代志，无代志，好，无代志啊！别惊，别惊。无可能啊！
我替子彤签的是吉特服饰的叶佩呢，可是咪薄纱睡衣一点么关系拢无啊？事实摆得干净，你跟我要承认？我就无接这个 case， 我是要承认啥啦？好啦好啦，先干净啊！爸问你啦，你这签约时有看清楚无？客户书内底客户是几十条呢？你看漏稿去无啦？爸，我无可能看漏稿。逐摆咧签约的时阵，我拢看甲清清楚楚。我替自从这个业配，我拢正认真，无可能让厂商有两盘的机会。来，你讲，现在自从人变甲要穿薄纱睡衣，我真正是唔知影。这件代志我嘛是即摆才知影。啊，若无歹讲签约啊，对方若真正要设计自从，我车嘛歪走，我一定马上去救伊的。那安尼，先做我打电话给你，你拢袂接。你有靠我？那子彤啊，我大概拢打电话给你，啊，不过你拢无接。我今仔日红包车，我规工拢在塞车，我手机啊拢无响啊。真实的，唔相信你家看。我手机的来电记录，就只有爸拄只卡迄通啊，尔。有影啊！啊，恁都无卡给伊啊，内底敢我拄啊卡迄通记录尔。好，先莫讲电话的代志，阿彪呢？自头到尾都无要承认，秘书这个代志跟你无关系同款。啊，你名哦，拢共签在合约顶头。你安尼讲嘛是讲袂通啊，凯宏啊，梓彤是你还袂过门的家后呢，你还保护伊啊，你哪会不接出的啦？哇！阿达你嘛知影，梓彤较早受过伤害啊，你哪阁可以接做工课啦？迄代志拢是安尼做的嘛？爸，我拢讲啊，遮尔啊清楚，恁大家是安怎拢无愿意相信我啦？今嘛阁无买承认，好啦好啦好啦，莫安尼起脚动手啦。凯宏，敢会是合约内底有啥物单书你无看到？啊，这嘛是有可能啦。你逐工咧走车吼，伤过忝，可能合约哦，共看漏到去啦。合约顶悬写个清清楚楚，爱情薄纱睡衣。那不就要付两千万的赔偿金？顶冠有你的签名，你家己看。你家己看清楚，这种合约你咪签下落去？你想你想我起啥呀？这违约金这么高。我都是伫个被梓彤接收，为无限口，嘛无参详的机会。这无可能啊！这跟我当初签的，不是同一份合约。真实的，我无骗你啦，我会当场提出抓。廖凯豪，你到今物阁唔肯承认，你是爱哄我话歹看，你才愿意啊？梓彤，梓彤，梓彤。你得相信我，真够拢看到伊，你搁在硬哦，廖凯宏，你怎会变到安尼啊？以后我是要安怎相信你？知道，全世界拢会在怀疑我，但是你想了解我，我无可能做出伤害你的代志啊！你听我讲啊，知道？你已经不是较早的你了。知道，我今麦就带你去找陈老板，当面对质，行。